点。星期一的晚上八点钟，欢迎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 What's Up Music， 我是俊昌。除了在第一个小时给你最新的西洋歌曲排行榜之外啊，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音乐的大来宾来了。这张专辑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因为大概是不是一个多月前，其实我身边就已经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你真的要等他的这一张专辑，绝对和你所想象的不一样。他今天来了，欢迎曹雅文。好的，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俊昌哥好。Olivia 你好。你好。这一次真的是带来一种全新风格的编制也好，或者是我觉得企划概念到创作的概念都是呢，和以前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曹雅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一样。所以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自本，主本就是做自己。对，而且是全部自己的创作。对，没错，自己参与的制作。对，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原始真正的个性啦，所以这张专辑会比较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情歌比较少。 对， 对，但是会多了一点跟大家聊，就是分享一下我内心的这几年来的状态，跟对人性跟社会的探讨，这样子。我觉得有很多是那种社会的观察，哎，是，或者是你生活当中让你很有感触或是感动的事情。哦，你本身就是这样子，很喜欢观察身边的一些不同氛围的人吗？非常喜欢，尤其在坐那个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哦，对，就是我很喜欢偷看别人，没有偷看别人，就是观察一下对面坐的人或是路人啊之类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有一个时间让你可以在咖啡厅的话，你真的就会盯着窗外的人这样子看一整个下午，去享受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会耶，我其实蛮常这样，就是我有时候如果一个人去吃饭或什么的，我就会去看一下旁边坐的客人啊，然后因为有的客人其实讲话也很大声，所以我也不用偷听，就大家就知道他们在聊什么。那我说还会自己说哦，爽，就是你干嘛跟隔壁桌的对话？曹雅文，你为什么跟隔壁对话呢？自己我参与话题，那我觉得好恐怖，我自己。哎，你这个如果在古代的那武侠片有没有？你随便搭个枪，可能隔壁的那些刀啊剑啊就挥过来了，那都是侠客或者是江湖人士啊。就是，偷听秘密，没有，你们讲话那么大声，奇怪。哦，你干嘛还呛隔壁桌的人讲话大声？之类。所以喜欢观察身边的一些气氛温度的曹雅文有了更多的想法。哎，给你拍手呢，这张专辑自我的创作。谢谢。我有诚意哦，我都是用活人的掌声。谢谢。不是罐头的掌声。好的，写了十首歌曲，哎，等到多久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品，你真的可以很畅快淋漓的完成了一张属于你很自己的专辑，自本呢？哦，因为这个专辑其实有些歌是之前就写好了，然后想说，这次要自己来做一个全创作的专辑，然后就在因为去年没有发片嘛，所以就在这段期间就是把自己的创作整理一下，然后跟我的制作人三哥也一起讨论，像看我们这张专辑要做什么样的风格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这张专辑跟之前不太一样，就是这张专辑它有歌是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处于在中频的这边，听起来是很chill很舒服的。然后我觉得这是属于有点 low-fi 的感觉，我想说这种轻松然后 low-fi 的东西结合台语歌不知道会怎样。你本身是一个很爱听 lo-fi 的人吗？对，试一下，是很常听 lo-fi 跟 jazz 那一种的，就是比较有点 indie 啊独立音乐那种东西。我想说，跟台语歌做结合慢慢看好了这样子。这样被你一讲又搭配着你这歌曲，我错了，我们今晚应该要有一些发酵的果汁或者是小饮料，对不对？这样子好吗？但你不觉得很适合吗？很适合啊。在周末的时候，你这首歌曲第一首歌放下去的时候就赖在沙发上拿着发酵的小饮料啊。我觉得大力推荐我的专辑在各大 Lounge Bar 播放好不好？一直在打广告 Lounge Bar 播起来很适合。而且可能播到有一天曹雅文就一开门就进去了，然后就可以招待你一杯可爱的小饮料。可以啦，真的可以。对啊，这种很 chill 很懒的，就是所谓的慵懒的感觉的话，和你之前不管要参加歌唱比赛或者是走灌录的歌曲，就是不同路数的啊。不同。你有面临到砍掉重练这样的一个阶段吗？有耶，因为其实包括一些诠释的方式跟唱腔，我们都其实做蛮多的调整的。对，就是我之前会比较认真的唱每一个字，也不是之前不认真啊，就是会比较
比较精准或是比较硬工整，对不对？那这次我因为我们要创造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所以我的口腔啊，然后一些咬字啊，其实会比较放的比较松一点、嗯，然后营造一种比较舒服啊，然后比较自然的感觉，这样子。有没有曾经有点很灰心过？哎，我以前那些唱腔可是让我得奖拿名次的呢，然后突然之间被制作的伙伴们一起磨一磨，或者你自己要突破自己的时候，有有有，就是有时候。其实 有些歌真的重录蛮多次的， 就想说明明就录完了，但到时候就是 后面啦，就在检查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重录，重来哦，谢谢，脸、都绿了、哦。但你也是制作人啊，没关系啊，我说要重录就重录、啊。对，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三哥，所以我们就一直、大家都是为了要让这张作品更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值得啦，对啊，没关系啦。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磨练，对啊。我觉得你这一次所投注下去的时间，或是金钱、这两大成本都很猛哎、很猛吗？很猛哎、想到那段日子，你为什么这样？需要面子吗？我怎么最近的不需要？不需要，还好还好，我需要发酵饮料。哎、我真的跟你讲，我这样会不会太大声？那个直播的朋友会吓到？不会不会，因为我已经有在其他几集的其他有台的 DJ 的播出当中，我已经知道要把音量。塞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各位接下来要访问曹雅文的朋友们的话呢，就请看好你们的麦克风的开关跟音量。真的真的，然后大家就是听完、听完那个我的广播、我的直播什么的，大家耳朵先休息一下。这个才是真正个性的曹雅文嘛，对不对？对。其实如果认识你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同学的话，这样子。开朗的想就要大声的笑，然后有心事大声的说，这样子的曹雅文就是他们所熟悉而且 很自本的曹雅文。对，就是我比较个性算是比较 man 一点、对，比较像大姐大这样子、对啊，因为 我本身其实蛮有那个保护欲的，就是想要保护我身边的女生朋友或什么的，对啊，因为我家有作为一个小孩，所以我比较独立一点。哦，你个性是独立、然后身边值得你珍惜的朋友，你就会想要保护他们。没错。可是这样子，你说了比较男孩子气的气氛，怎么样呼应到这些？你要很 chill 或者是很慵懒的、慵懒，大家可能又会联想到一点。sexy 啊，或者你的唱腔啊、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转换，你的开关是什么？有时候还好啦，就是因为我之前唱台语歌算是会比较可能可能会比较传统或者是撒狗血，因为一般台语歌大家既定印象就是唱情歌就是要很悲苦啊，然后要这样子飙高音或什么微博这样子转音啊，转音很多、但是这张专辑其实我就重新去调整，因为我们要做这样的曲风，那势必要在技巧上做一点调整、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像我私底下的个性，就是可能休息的时候想要放松一下，然后因为工作就一直在讲话嘛，一直在唱歌表演，那试一下就会比较懒一点，然后比较想要放松，就大概是这个状态这样子。对对对、除了你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有些很出色的音乐人来跟你合作，那种化学效应又是不一样哈。真的，跟以往大家可能 KTV 会想要唱的，不管是有的时候是所谓的男女对唱啦、苦情的啦、或者是九国情歌系列转音的、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啊。对，比较不一样。你要和他比方说要跟坏特啦，或者是跟其他的音乐人都要有一些火花出来。火花是不是？对啊，我觉得就是要有火花。所以那个火是怎么出来的？你们在录音室当中怎么就擦出了现在真的是从第一首歌曲第一个编曲下去我们真的很惊艳的这张台语专辑、比如说坏特好了，因为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在关注坏特的作品，对，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人好神秘，然后唱歌声音哑哑的，中低音很好听、我就觉得好舒服，好喜欢。然后我跟他合作这一首《那些名那仔》，那这首歌它的色调是比较灰、比较昏黄的，因为他在讲一个即将自杀的人的一个心情这样子，所以比较沉重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搭配了 sax 风，然后就是有一点、其实也是有一点都会感，然后蛮时髦的。那我就觉得我想要找他合作，因为我觉得很适合他。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之前就是一直在 Google， 就一直在网络上 Google 到底长什么样子。真的很可怕，要偷听隔壁桌的这个聊天，然后想要合作的音乐人呢，又要去 Google 去摸他的底细。当然要啊，就是想说他都不露脸嘛，我说
一定应该查得到吧，我就先查一下他长什么样子，也查不到、啊、那就只好等真正来录音室的时候就看得到他本人了、嗯、没想到就是跟我印象就是心目中本来想象的其实差蛮多，他就是一个个子小小然后眼睛圆圆大大一个小女生，对，而且话很多你干嘛要把人家的人设给破坏，人家就是一个神秘的女子，然后戴着一个低低的帽子，低低的帽子，对，对啊、大帽子，没有，他就是很高追啊，然后 对，而且他就是那种双子座个性，所以就很，其实真的蛮活泼。然后但是我觉得很谢谢他，他在录音的过程中一直丢很多想法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你会不会有点羡慕坏特？他其实有点像超人。我上次这么跟他说，他戴起帽子、嗯、就上工了，对，然后他下工收工，帽子一拿掉，他就可以真的可以走在路上，或者是搭捷运，没有人会认得出来他是谁啊。这是他的操作方式吗？这是他的操作模式吗？你不觉得蛮酷的？很快呀、啊，一秒就变身呢、欸。哦，真的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好像还不错哈。嗯，我觉得下次可以问问他，因为我们这两天还要。应该会再见面，就是拍个小影片之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问一个他的心情这样的转变哈、啊啊啊。那刚才雅文有提到这首歌曲啊、描述着很挣扎的心情，当然也是希望唱出来之后大家要珍惜生命，对不对？是就是明天虽然很困苦，可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冲破难关的。是的，是的，没错。这最主要还是要希望大家可以，我觉得。但是我也想要跟大家讲说，人生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嗯、但是想说什么、想做什么，赶快去，赶快去，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属于专辑的亮点就是，哎，你看喽，这个话题或者这个内容，坦白说比较硬一些。哦、哪一个？就是明阿仔这首歌曲嘛。哦、对。可是你用了这样子很慵懒，嗯，很反差的一种音乐的色调，对，去唱。哎，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这样子的耶。是，没错，就是这样。少了情歌，社会的观察多了，嗯、可是你又用了这样子舒缓，比较舒服，对，比较舒缓去唱的这些议题的单曲。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如果在讲一些很沉重的事情，也不一定都要用一些很沉重的曲调或是什么来去表达或是去呈现，那我觉得用这种很轻松的方式也是可以呈现的，然后就看大家怎么样去吸收或者怎么样去反思、嗯、我觉得这是还蛮这张专辑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嗯，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编曲或是曲风，起码第一眼就很有缘嘛对不对？是是是，有缘了之后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听，然后也有机会听到更多属于你里面想要透露的故事。对，没错。哦，嗯，这张专辑你大部分都是走这样子一个逻辑进去吗？对，反差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的，大部分都是。嗯，对对对，像《借梦节》这个也是，就是我其实在讲我跟家人之间，然后跟这十年来出道十年来跟亲朋好友、跟同事、同圈子的人，然后他们之间的我们的对话、我们的拉扯，这其实。歌词也是蛮沉重，但是我们选择一个你知道很糗，还是小号手，就是你知道听起来有点乱吹，没有，他很认真，但是他听起来就是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他在大病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在后面哭得稀巴烂。你怎么了？我突然笑点了？不是，我们才进行14分钟的节目，你已经。那个机关枪已经扫到多少人了？我真的很害怕。我在做自己吗？对，你真的很做自己，这就是自本，这就是自本的。大家都很熟，所以我才敢这样讲、啊。哦，对对对，听听看你跟坏特合作的这首歌曲。好啊，好啊，好啊。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的特别来宾是曹雅文，带来他发行，哎，我那天算一算，应该是第八张专辑了。对，第八张，已经是第八张专辑了。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相信很多的音乐的 DJ 或者是记者朋友们都很乐见于这样子曹雅文呢、嗯。我相信你从记者会开始或跑通告，现在的那些反馈或回响，应该都是很棒或是很惊喜的。应该大部分目前都是，就是觉得哎。嗯，蛮幽默的，就是很有趣，然后他们觉得很抒压、嗯、有一些歌曲是蛮抒压的，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想说，因为我跟之前的那些作品其实那个风格真的差蛮大的，然后就会、嗯、你会不会可能有一些歌迷啊还是一些朋友听不太习惯，对，你会不会担心这一个？我们其实有想过，但就这样不是，我是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嗯、
我真实的心内心的状态，对，不是因为我一出道就是被塑造成哦很气质，因为我都唱情歌，在比赛也是，然后很气质很优雅啊，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大姐大，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要更多的不只是情感上面的一些创作，还有一些对于我刚讲的社会议题、对人性、对内心的一些观察跟探讨，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可是到现在，我觉得也为时不晚，甚至更成熟，你不觉得吗？如果有前面这几章的一些历练、你才能会了解到音乐怎么做，或是歌怎么写，然后唱腔有那么些的制作人、老师们去帮你磨到更成熟。你现在做一张很自己的专辑，当然像之前的专辑对大家很多老师一起帮忙，然后我觉得累积了非常多经验，包括之前在选秀节目，然后、遇到了很多贵人，很多那个就是哥哥姐姐们，我觉得大家都很愿意去分享，我觉得我其实真的很幸运。现在就是成熟了，而且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就可以站立起来，然后写着自己的歌，唱着自己的歌。是，所以这2020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记忆啊，虽然这一年真的很辛苦、对，你制作的过程也很辛苦，但有一个甜美的果实。对，我觉得至少我做了，就是虽然过程中有很多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很多都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所以其实还蛮折磨人的，但是成果出来了，我觉得很值得。开始要担心的时候，你有哪些事情呢？比方说好，歌迷可能不接受，跑了一堆人、如果啦，一定会嘛，你想的嘛。就是什么都有打算了、对、对，还有什么？你还打算了什么？还打算了什么？没有了。等一下，还有什么？歌迷之外，你词曲写完之后，比方说唱不到你要的啊，或者是你跟制作人吵架，会不会？吵架是不至于啦。做不完会不会？还有哪些？做不完哦，我们这次还真的差点做不完呢，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啊，我们这好几次就是一首歌录了很多次，而且不是当下录很多次，是已经录完了，然后再回头听就又重录这样子，然后不然就是已经进去要唱这一首歌，然后我跟三哥两个就是那个唱完一个主歌之后就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歌词重写？什么叫歌词重写？你重唱一次就算了，歌词重写这是哪一招？我真的傻眼喽。我真的我有没有听错？然后好像说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再调整的更好。然后我们就当下就直接改歌词，对，就是已经都 ready 好的东西，然后就突然间全部翻盘，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对，所以就是其实有点，真的是后面真的是有点差点来不及，但是大家都很努力，很愿意帮忙，所以作品还是及时的完成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也会做这样子的选择哦。会还是会，因为这是第一次当制作人，然后参与了每个作品的细项，所以我一直会觉得就是会想要让它可以更好，然后尽我自己的能力这样子，对啊，更何况有好多的音乐大师共同的助阵啊，没错，小林姐啦，吴雄老师啊，然后钟欣明老师啊，钟欣明老师 Baby 老师，每一位都是好厉害好厉害的，吕胜斐啊，吕胜斐老师，然后阿健老师，对，我真的是要下跪，这些先拜啦，这些先呢，而且大家都是非常热血，就是他们觉得我这张专辑很有趣，然后他们就大家都是几乎是意气相挺，然后就说快点我们来热血的玩音乐，我觉得很棒，我就很感动。 我觉得你有勾出这些大师们他的那些青春的那种热血情怀，他们现在还是都这样子，只是觉得说因为他们有听过我之前的作品，然后想说、你现在这张都做成这种风格哦，要不来气矿麦哦，对，他们大家就觉得你知道玩心大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jam 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开心的，对啊，对啊、先是数位发行嘛，所以我之前先拿到了音档，然后公司同事告诉我说，这个就是我们那天要播出的。我想说，有给我给错吗？怎么就是不是印象中的曹雅文？然后，这些从第一个音符，或是从每一首歌曲，甚至光歌名看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说，你也玩很大啊？怎么了？例如，例如什么呢？牛儿之灵那首歌曲，牛儿之灵吗？牛儿之灵那很赞，你们要不要主打、我很想。
我都想说，我因为我写完作文，我就自己笑，因为我到底在闹什么？连自己都已经快受不了，到底写乱啥？哎，讲一下牛儿之灵好了。我在想，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不太会讲牛儿之灵。没有，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让我跟大家讲啊，曹雅雯的专辑当然有刚才那么多厉害的音乐大师共同的助阵哦。嗯、那歌名我们一下看下来的话呢，也 OK， 借问一下。借问一下、OK 啦，或者是米娜仔，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啊、刚才我放的那首也是我很喜欢的《硬头》哦，《硬头》燕桃，台语叫燕桃、嗯。对，那一直到第八首的时候，哦，英文歌名哎，第八首是什么？我自己的曲序都不哦，就是这一首《牛儿之灵》Cowbell 啊，行，发音发好。牛儿之灵嘛，牛儿之灵就是牛铃的意思啊。牛铃这个编曲是那个 Jerry C 老师、嗯、然后他也很有趣，就是把那个 Cowbell 牛铃的元素几乎是贯穿了 整首歌。哎、对， Cowbell 是一个乐器耶，它敲击出来是有一种清脆感在当中呢。这个的灵感是因为有一次我跟三哥两个人呢在看那个 YouTube， 然后就想说我们要找一些歌曲的 reference、嗯、然后就突然间翻到那个牛铃，然后就是他介绍牛铃的故事，就是有那个好像在瑞士还瑞典我忘了，然后就有一大群那个牛，然后他们养牛的嘛、嗯、因为以前没有那个手机 GPS 定位，所以他们需要靠牛脖子身上的牛铃来知道那个牛跑去哪里了、哦、对，所以它那其实蛮大声的，所以当地居民就会觉得它很吵，就牛儿在移动的时候它其实就一种 GPS 嘛，对不对？它就知道我家的牛去哪里了。对，然后他们当地还有牛铃的博物馆、嗯、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因为它很它而且它做的很漂亮哦，就是我觉得说哦，这东西很漂亮，然后但是有很多居民又觉得它很吵，就是有一个反差、嗯、然后我才想说哎、欸，我们要不要写一首歌，就是在讲说虽然世界上或是生活上有很多鸟事，但是我们还是要以乐观积极的面心态去面对，所以我用吟唱的方式来唱出 Cowbell。 吟唱被你讲我想放这首歌哎、欸，你放啊你放啊，拜托你放。应该不会接到罚单吧？不会啦，你讲那么好了对不对？我又没有说什么是 Cowbell 啊，就牛铃啊，就牛铃啊，就牛铃啊，没有问题吧？放一下啦。这个吧，我现在是对对对，第八首，第八首有牛铃的声音，有其他 DJ 放过吗？当然有啊，他们觉得太幽默了，想说我在干嘛？这就是曹雅雯的最新的歌曲。那待会我们有一个 pop 大舞台，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个设计，下一期这样的时候只有实力派的唱将可以登上这个 pop 大舞台的。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哎！而且我们会让你有非常棒的情境去演唱你的新歌。什么我们会有情境的，真的假的？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待会想要唱借问呢，还是要唱抱一个，总之我们会有些情境设定给你。好啊好啊，在大家欣赏着牛儿之灵的时候。好的好的，我们要来进行转场，在收看我们 live 直播的朋友们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曹雅雯即将登上我们的 pop 大舞台。在刚才 radio 的听众是听着曹雅雯专辑里面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在看着视讯直播的朋友们呢更有趣了，看到我们的画面转场了，因为曹雅雯登上了我们的 pop 大舞台。耶，有没有很妙，来到这个电台你还要站着唱歌，感觉好像我要去商演哦。你要好好的用你的美声呈现给所有我们 Pop Radio 的听众朋友。好的好的，以及你刚才说你要选择唱借问一下嘛，对不对？我们要给你一个独特的氛围，来，多独特，我们把灯光来调整一下。然后嘞然后嘞然后嘞，你准备好了吗？好，哎呀天哪，我是来到什么哦漂亮嘞，这样子我看了，放下去了。好的，你放，你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在我们 pop 大舞台这样子浪漫的灯光之下，也是很 chill 的感觉。真的耶！哈、哦，这麦克风有声音吗？有啊，哦、你的耳机 OK 吗？我的耳机现在是没声音的。哎、欸，再来一下。嗨，都没有吗？没有哎、欸。哦，真的、啊？发生什么事？我们马上确定一下，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卡拉就要放下去了。刚才是有声音的。真的吗？Oh, 你有放卡拉吗？还没吧，还没放，他现在没放，我知道。好刺激哦，没有吗？没有哎、欸，哇，这是 life 的魔力，这就是 life 的魔力。对，没有。好，那
来，我的给你好了，你用这一个。好。希望它就会有声音出现。来，这个给你。好的。太紧张，太刺激了。我听见哈。有了，听到了，有。没想到灯光准备好了，今天的耳机。好，没事。可以了哈。可以开始了。声音大小舒服吗？可以，舒服。舒服。谢谢大家，谢谢。我的老天呐、啊，太好听了，曹雅文。谢谢啦。你刚唱第一句的时候，我以为我放错，我以为按到 CD 了，然后我吓一跳哎、欸。不要这样。我想说我没有放卡拉给你，放到 CD 了吗？我真的很吓一跳。但是在视讯直播的朋友们，赶快按个赞，以及赶快要去买他演唱会的票，或者是买 CD， 这个真的要 CD 这样给他听上去才很有 feel 哈。对，而且这张专辑很特别，所以实体很特别，大家真的要记得去买，会很有趣。各位朋友。刚才真的不是放 CD 或是他的这个 WAV 档或是 MP3， 真的就是曹雅文 Live 的演唱。Live 这次麦克风不错唱吧哈，还不错呢、啊、那个效果还没卖。席琳琳我小巨蛋也是用这一款的、啊、哦，真的讲的真的很棒，这样子是哦、哎、唱起来难怪这么席琳琳哦。这什么形容词好奇怪、哦、好，所以主打歌曲让你用这样子的形式出现，我有个不情之请啦。好，你说。我想要请你再唱一段，就是在专辑当中我很爱的快歌那样子。好啊，可不可以？快歌。而且我们的灯光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在当中哦，我跟你说。就是这首歌曲你可以接受吗？你九命怪猫吗？对，可以吗？好啊。然后那怎么办？男生的第。苏玉哥，你要唱吗？哦，我还没练好呢。我刚刚是讲苏玉哥嘛，苏玉哥是草屯音乐里面的团体其中一个。没有，就是草屯音乐会在背后帮你一起唱那样子了。哦，好耶。好了，你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想要再一下下，好啊，就一 round 也可以那样子。再两下下也可以。好，我最爱的这一首，拜托你了，拜托你，好不好？来喽。谢谢，真的很厉害，曹雅文，谢谢你唱了我的这首爱歌。好的，这个 feel 你喜欢吗？喜欢。Pop 大舞台，那我要开灯了。好吧，因为舍不得哎、欸，舍不得吗？我不介意，你可以安可再唱一首那样子。那我要走回去是不是？你欢迎你走回来。好的。如果你舍不得的话，就是可以站在这里，可以放。太奇妙了，谢谢曹雅文，来，请回到这个座位当中。今天我们的 Pop 大舞台就是为你而生，而且带来这样子精彩的视觉灯光特效，再搭配刚才那一首《九命怪猫》才有 feel 啊，是不是？好，来，这首歌曲《九命怪猫》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合作。对，因为那时候我写这首歌，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在跟大家想说我们要找谁来合作，然后我就说啊，不然我们来找一个嘻哈团体好了。然后他们就大家傻眼，想说你是要唱 rap 是不是？说我没有啊，就是给人家 rap， 我先唱歌。然后是因为我在很常在活动的表演上遇到超短金娜，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男生、嗯、然后也很有礼貌，就是哎呀文姐文姐这样，就是很可爱、啊、然后好说哎找他们合作好了。然后因为之前听他们的作品都是比较宗教信仰，然后或者是比较热血、啊、很硬的耶、哎、硬气那种兄弟那种感觉，对，没有听过他们唱情歌，哎，想说那不然来听他们唱看好，就是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哎、嗯、蛮俏皮的。发出这种邀请，他们自己有没有吓一跳？他们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嗯、他们也一口答应，我觉得过程很顺利。对，真的很谢谢大家这么帮忙、嗯、然后因为这个是有点男女对唱的那种情歌，很俏皮的，对，而且我们后来也有拍 MV，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哎、欸，我觉得很期待 MV 耶，通常这种歌曲不是男生负责饶舌、嗯、女生就要在旁边性感啊，然后舞蹈啊之类或是那个柔动身体啊这样子的、没有我的事。有啦，我稍微柔，但是小柔，对，我们是走可爱路线，这首歌就是轻轻松松的，然后蛮高拐的，因为是有点猫的感觉嘛，嗯、对啊，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期待哦，这首歌会拍 MV， 有，所以这首歌曲会有多少首歌曲可以有 MV 的视觉呈现？我们包括，因为这次我们搭配一个微电影叫《夜卓》嗯，然后《夜卓》里面就是甘架，然后它的插曲是爆一个，所以这两个基本上就已经有片段了，所以再加上里面的专辑，所以总共会有六首，可以大家可以在那个
之后都可以在线上可以看到，值得期待，值得期待哈！刚才是听一小段而已，但现在我来完整的播放，你会发现到真的，我放这个数位音档跟蔡雅文现场唱的是完全一样的 feel 啦，谢谢啦，谢谢。实力派的唱将就是这么厉害的啦！来来来，一起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很跳动节奏的一首歌曲哈，救命！怪猫，真的谢谢蔡雅文今天将他的歌曲用不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有用聊的，然后有用听的，是一些经常那个 live 演出的时候呢，各种场子你都唱过了之后呢，我们的 pop 大舞台你也登上了，是的，谢谢你，太开心了，刚刚你真的愿意再来唱吗 ？pop 大舞台。哦、可以，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可以，我就可以唱。啊，明天继续来好了。明天吗？就我看一下有没有，可不可以排得进去？还是我跟傅凯一起来？这样。对，下礼拜一是许傅凯。对对对，是傅凯。对对啊。你觉得他 hold 得住这个 pop 大舞台吗？拜托，他都要开小巨蛋了。好朋友开小巨蛋，你替他开心。当然了，票嘞。8遍。他好像自己也都没有抢到那个特区的票，他自己要想试试看抢都被抢光光啊。真的。哦。那你觉得我下礼拜也是要给徐福凯这样子那么厉害的闪闪兮兮的灯光吗？应该要吧。要。它里面有一些比较轻松的快歌。好。也有。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 live 的音乐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咯。对，12月26号在那个 Easy Five， 所以我们自本就 Easy， 有没有这个叫做 King Song 啊 ？King Song 有没有？自本就 Easy。是这样子一个 slogan 的意思哦。就是、很会呢，自本就 Easy 呢。对，我们的公司同事非常脑筋非常好。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对，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其实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的歌，然后跟大家讲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哦，说说唱唱咯。对对，小故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然后每一首歌背后的其实都有一点故事在。对，然后当然也会唱一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然后或是最近话题性很高的一些歌曲、哦，不是你自己的歌，你也要挑战一下。对对 对，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来看一下，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下午，对，我觉得大家唱就是唱完啊，然后晚上还可以去，你知道，就是可以逛逛街啊，或者是吃吃饭，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还不错。对，就下午的时间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结束之后会有个签名会啊。签什么呢？你现在都没有实体啊，我都帮你做了一个板板了，所以你实体那个时候会发行了，对不对？对，那时候应该就会发行了啊，太棒了。哦，就大家带着你的圣诞礼物，就是曹雅文最新的专辑，跟他在一个周末的午后，对，听听他唱歌，签名拍照，我们都会后面都会做一点那个时间上的调配，这样子啊、就是一个歌友会，因为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曹雅文的新专辑，也隔了。跟以前的频率来讲，说是拉得比较长了啦。然后这一次，没错，因为大家就发，就是快两年没有发片了、对啊，就是在准备这张专辑。刚才你都在节目当中听到他那么精彩的 live 的直接的演唱了，就是买票啦，这就是最棒的最棒的一个证明，他唱现场就是那么厉害啦。买票一下，拜托一下，谢谢啦。是哈、那我们那只麦克风要借你带着去唱吗？你说唱起来很有 feel 的那一只，席琳丢的感觉。那贵吗？就是租金贵吗？不用啊，就借你啊。真假的？借你去 Easy Five 当席琳迪翁也不错啊。天哪，这么好！哎，你很容易满足哎，这样就开心了，你这样就开心了。不错啦，这样子很难得，很有 feel 啦，很有 feel 所以想要更有 feel 的话呢，整个专场的演唱就在你看到的我们的小板板12月26号的时候呢，自本就 easy 啦，当然也要请更加的支持曹雅文他的数位的音乐的发行，或到实体专辑的发行的时候，对，我们都一起支持你，一起听报买报，谢谢，我们去帮你播报好不好，谢谢，就给他播报，我今天都播了Cowbell 了，有什么好不敢播的，对不对？再麻烦大家了。十首歌曲，十种不同的态度，还有十种不同的生活观察，是都在曹雅文最新的专辑。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喽，要说声晚安了，拜拜。